顺利啊，感谢您，谢谢谢谢。啊，好，这个我们总监，还有文创长周游阿公，还有在场的所有的领导师友，在场的贵宾，在场的所有我们十二个行政区的所有的我们的各区的代表，以及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哇，好精彩哦！好，我们再次的给他们这些戏曲学院的学员再次热烈的掌声。好，他们也是我们四个分会的学生。真的，除了我们 A 图就要感谢我们虾米人生以外，刚刚我在后台又接了一个台北市私立静安老人长期照护中心的谢珠慧小姐，她听得非常的感动，她也捐了一个红包给他们，大家掌声好吗？及全体与会人士公见新闻定于本103年1月18日假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园举办温馨关怀爱心公益寒冬送暖扩大联合社会服务活动，特电深致意与谢者。那么此项深具意义的盛会呢，汇聚各界资源力量，弘宣博爱慈善精神，落实济弱扶贫理念，竭力精勤，我们殊深敬佩，即此敬祝活动顺利圆满，诸君新年如意，吴敦义敬贺。中华民国103年1月15日，我们非常感谢副总统吴敦义吴副总统的贺电，谢谢。在这个地方呢，待会儿呢，我们有非常非常精彩的节目，美老师，掌声欢迎。还有欢迎我们长得非常非常帅的小提琴老师刘启成，刘老师，您在哪里？谢谢，亲爱的朋友，现在让我们以最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非常非常知名，可以说是世界知名的音乐家，也是我们的指挥家赖淑芳赖教授，掌声欢迎。
首先我们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曲子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梅花》。我的心，再次掌声欢迎他们，谢谢。正是现在这个暖暖的天气，我们听起来呢会更加有感觉哟。亲爱的朋友，再一次热情掌声欢迎我们明星合唱团。
从那个送走你回到家来，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吧，倒是没有把你留下，对着你把心来挖，让我看上一个明白，看我心心可以共襄盛举，谢谢，也谢谢我们皇室姐妹。大家的共同的努力，谢谢你们，请大家掌声好不好？请各位热烈掌声，感谢，谢谢，谢谢。好，今天也请我们的会长好不好？会长也起来，啊，一三一四的会长，我们2013区的领导师友们，感谢，再感谢，谢谢，再谢谢，谢谢。好，更要感谢我们所有今天来服务的室友，请起立好不好？接受大家掌声，谢谢发放的，谢谢谢谢，感谢大家，没有你们，我们没有办法办好，感谢你们，谢谢啊！今天从8点就一直忙到现在，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啊！那接下来我。在心底，